本视频由未来车原创制作。提到众泰，就不得不联想到他的外号保时泰。没错，他就是靠着模仿保时捷而出名的。但是自从发展得越来越出色之后，众泰也致力于打造自家特色的车型，并且还推出了众泰 T300、T700 等原创车型。近来又有一款全新的 SUV 即将突出，这款主打紧凑型的 SUV， 全新的众泰 T500 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，甚至有朋友把它与其他国产车型比如哈弗 H6、传祺 GS4 等相提并论。如此被看好的一款车， T500 主要偏向年轻动感的风格，面向具有青春活力的年轻消费者。它的外形沿用了家族式的设计，前脸采用了60进气格栏设计，还搭配了大气的 LED 大灯组，雾灯还采用了回纹设计，整体上表现出青春活动的气息，颜值上就非常有优势了。内饰上以沉稳黑色为主调，细节处采用了镀铬饰条和钢琴烤漆修饰，一眼给人非常低调奢华的档次感。车内具有悬浮式中控屏、多功能方向盘等基本配置，同时一些乘驾需求的配置如全景影像、行车记录仪、安全天窗也非常齐全，看得出也是用了心的。这款车还搭载了两款发动机，其中 1.5T 发动机可支持 115kW 的最大功率，可以根据需求选择，动力性基本能达到消费者出行需求。最重要的是这款车起步价还不足7万，一上市就接到了25000以上的订单量，可见其火爆程度。众泰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在 T500 的销量也可见一二，相信再过不久它就可以摆脱保时泰的称号，成为一个独特的原创国产品牌，成为市场上又一销量神话。